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二三晚新闻，我是嘉豪。今天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播人在。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金门主持八二三炮战悼念典礼。另外，中国福建日前也宣布开放居民去妈祖旅游。不过，媒体报道讲，这个消息含林佳龙这礼拜在去美国访问进行秘密对话，也是赖总统上任了后头一届举行。刑事局警政鉴定明组受这跋筊业者乌洗涉赖警察秘密暗藏犯罪，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定罪涵盖起诉。总统赖清德今仔去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八二三炮战胜利66周年对书悼念典礼，这也是伊上任了后头一次去到金门。赖总统表示，讲面对着中国威胁，就要亲像八二三炮战的官兵共款，有决心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不过，赖总统去到金门期间呢，有27架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其中有23架跨过着海峡中线，未输是甲咱呛声共款。献花。献花向英勇为国牺牲性命的将士表达哀悼和怀念。总统赖清德表情严肃。赖总统23到金门主持八二三炮战胜利66周年追思追悼典礼。都站起来，我们给你一个热烈掌声，感谢你们，好吧？今夜有到场的参战前辈，还有历史的家属，赖总统特别请大家替因拍拍手，也强调伊是怀抱着感恩的心，代表全国的人民向参加八二三炮战为国牺牲的英雄致敬。总统也对台海局势提出三项主张，第一就是保卫大片金马，捍卫中华民国。我们不再反攻大陆，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我们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我们要决心保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赖总统也讲，国家爱团结，无分地区、族群，只要团结，就有法度抵抗中国。也主张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中国要拿下台湾，不是台湾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说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通通都不是。我们愿意跟民主阵营共同合作。维护台海和平。就伫赖总统到金门进前，将军宣布联合战备精神强化了台。23早起7:20到下昼2:20这段期间，国防部总共进行包括歼十六、空军500等27台次的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3台次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的北中西南东部的空域，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精神，我人的毅力真高，咱国军是严密的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第二次宣布讲开放福建的居民会当去到妈祖旅游。今仔日就7名中国旅行社业者先去到妈祖探路草，还机会也宣布会伫咧妈祖设办事处提供两岸民众更加侪服务。一旦未来敢会开放金门旅游咧，这观光业者是真期待。因啊，呼吁政府呢，就爱解读这中国旅游的禁团令，和两岸开放旅游。全邦西高妈祖立江馆长王中明跟议长张应江到码头迎接。中国二日宣布开放福建的居民申请到妈祖旅游。这位中国旅行业者23到妈祖进行5天4夜的采访行程，做深度的体验。都是旅行社，都是两岸的。妈祖小三通行放令，恢复办理福建居民到妈祖旅游签注，两岸旅游搁在出现希望。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23讲，欢喜看到中国开放妈祖旅游，这就是第一步。海基会也宣布会伫咧妈祖设办事处，提供两岸民众观光服务。我们也将在下个月开始，我们妈祖的服务中心也将正式来开始运作。台湾政府一直采取就是开放的态度，那整个关键和阻碍当然在对岸。那所以我们希望所谓交流是有来有往叫交流，如果只有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一方热一方冷，那个不叫真正的交流。观光业者拢希望两岸会当慢慢开放旅游。金门的面带二二到北京，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导见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希望中国赶紧开放旅客到金门，包括团体旅游加自由行，尽量伫中国十一长假进行。在金门的小三通部分的话呢，应该
有机会在近期呢能够来成型。大陆旅客到金门旅行一直以来都是金门最大的境外旅客来源。旅游界强调，即马到中国禁团令也未解除，再加上两国对中国实施感觉是个境界，也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希望政府思考促进两岸观光正常化交流。海基会也提醒国人，最近若去中国，要注意中国对敏感建筑物拢有提悬管制措施，所以唔通随便翕相，则袂去触犯到中国的国安法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高个过大的查甫婴仔，昨昏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由管救无回来。病院也发现讲，这婴仔身躯顶乌青、激血、有刮伤等等。婴仔爸母一开始是讲白贼，落尾老爸是承认讲，这囡仔会哭、会闹，才会甲伊拍。警方专案会向这伤害致死罪嫌来侦办。查甫红婴仔的爸爸，这细条查甫人被带回去调查。伊的妈妈细甘的查甫人后边嘛到警察局，因为因这九个月大的后生是无喘气、无心跳，送病医了后，被发现讲规身躯有真侪乌青和外伤。警方认为讲案情无单纯，检方第二三下晡进行验尸来厘清死因。父母两人在面对警方调查的时候，对于男婴的受伤原因避重就轻。目前已将两人列为重要关系人，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讲第二日的母阿妈接到报案，讲台中市东区有一个九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是无喘气、无心跳，经过抢救嘛是宣告不治。这查甫红婴仔的爸母一开始是讲是因为趴在困才未喘气，但是病医检查发现讲伊规身躯有真侪外伤。警方甲两个人列作关系人，对伤害致死罪方向侦办。心跳假嘞，走天落地嘞，那不能去看囡啦，真啦，平安好，多谢啊。细条查甫人后壁甲警方承认讲，是因为囡仔一直哭才动手甲拍。警方调查，这查甫红婴仔爸母伫今年六月时阵离婚，查甫红婴仔含姐姐拢互妈妈来抚养。这个月二十，妈妈是带查甫红婴仔对南投到台中含前翁做伙住几工，煞伫二日发生危险的代志。我们脆弱家庭的部分也尽案做相关的服务了，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到说案部有这个儿虐的一个行为发生。南投县政府讲，这查甫红婴仔的妈妈在今年五月的时阵，和因翁拍，翁仔某在六月离婚了后，妈妈是一个人在南投车养两个囡仔，转作脆弱家庭。查甫红婴仔的姐姐目前是和其他的亲属在照顾。查甫红婴仔的死因，还要等检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五车有一个文教基金会办夜队，说有家长指控讲，这志工呢会对囡仔起脚动手，唔那共电暗棍，佮会甲这囡仔压伫涂骹。即马这家防中心已经改制，那总有违反儿少宽法，上者会当办罚到60万。另外，台中市教育局也已经确认讲，因是违法招生，会照规定甲因处罚。即穿蓝衫查甫人，甲一个囡仔饲咧涂骹，边啊，佫一个囡仔就徛伫个边啊咧看。有家长指控讲，台中五车一间文教基金会休落咧办夜队，内底职工竟然对囡仔暴力对待。他就是捏我小孩的脖子，然后往地上压，而且还压了两次。小孩起身之后，还反着他的手。家长表示，因八月十三带因六岁上小兄弟去参加一间文教基金会办的营队，结果当天囡仔回来了后，情绪就无稳定，暗棍阁乌青，遂带去病院验伤。实际来到这间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这志工本身已经退休，是来倒带营队的，嘛承认讲伊的行为确实不当。他这种动作确实是比较不当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小孩子嘛，那你要用大人的处理方式，可能对他来说他是承受不了。工作人员表示，这十波人进前捌伫咧其他幼稚园食头路，退休了来基金会斗三工，代志发生了已经请伊离开。台中市交通中心表示，已经介入了解，除了方式，卖调查讲违反着儿少权法。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将处以新台币60万到60万的罚款。从事儿少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机构必须要负起所有的责任。教育局表示，已经确定这间基金会违法招生收费，开班上课违反着补习以及进修教育法，要求马上停班，开单罚11万。另外，幼稚园部分兼办国小课后照顾服务，嘛无经过核准，嘛加负责人罚6万，下令停止开班。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局警政监林明祖涉嫌互博，最后还有洗钱集团乌洗，第一组台中市刑警大队长警政监期间呢，涉入侦查秘密、暗藏犯罪，或者台中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也那保利总队四大队由警察区加群涉案，涉嫌提供大量的验证码，和诈骗集团去换虚假货币。今日台北地检署也依照加重诈欺等罪嫌起诉。朴玉集团涉弹主嫌都甲高雄一间五千饭店被抓，集团总部其他是安静馆的客机，也查到名车、船票这物件。这集团涉嫌用家己开发的第三方支付系统洗钱，用假投资、假报销网站诈骗民众，也发现刑事局三线之车警政监林明祖也牵涉，涉嫌泄露侦查秘密、收钱又再三来源不明等状况。台中地检署照贪污治罪条例、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真侪项罪嫌将起诉。林姓被告则涉犯违背职务收贿、包庇犯罪组织、包庇赌博、泄密、洗钱及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明确，于今日向法院提起公诉。林明祖在刑事局台北市台中市警局做要职，涉嫌泄露侦查秘密，包庇不法集团，包括伊带来检方一摆起诉32人。另外，警政署保级总队第四大队的关警柯家群也依数号诈欺集团起手，涉嫌提供大量验证码，和诈骗集团注册通信软体，随机诈骗民众，和台北地检署较加重诈欺等罪嫌起诉。身为警职人员，未能自律，贪图虚拟货币利益，自身违法情事，本总队将全力配合后续侦办，并以依相关规定报请警政署核予停止处分。诈骗集团提到一处验证码，就提供虚拟货币泰达币和库加群，不法所得超过37万。保级总队表示，已经请警政署来停止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众党这政治现金加社保的风波一直逼，这查销记者会是停几落工啊？黄珊珊是解释讲，这查销碰到困难，有含调查局联络，要赢因正本出来对，要拜访这过界事工会请求协助。另外也讲到家己的劳教这保障完整为止。也那讲到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是强调，民众党拢老实申报，伊也批评这拿捏的社保无多接受检验。民众党政治现金计较风波也未散，迄当阵的竞选总干事立委黄珊珊担责任，负责善后查销。因国外界质疑是球员兼裁判，国加上查销记者会已经停几落工。黄珊珊二三讲，对象的过程拄着困难，有一寡资料看未清楚，而且调查局印一份回应。没有开记者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样的相关的凭证，大部分全部正本都在调查局，所以我们今天会去跟调查局这边把正本印回来，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比对。所以这个记者会，只要我们有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公布。我会留到所有的补证完整为止。针对找第三方公证单位监督查销的进度，黄珊珊讲已经拜会会计师工会会正式发函。也那民众党嘅自媒体《民众之声》累积嘅岛内有上百万，团工劳力去木库公司副秘书长柯富表示，这是开工阿娘，惊讲嘅犯法就停来。郭文铁讲，这边代志就跟那出片同款，出轨了就抵抗力。我们在整个账务的处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错误？我也认为有。国民党最厉害，干脆不要报就好了。国民党说他会用2亿，我想想说加个0恐怕都不值。民进党说5亿也是不值的。其实我跟你讲，他跳的话，他们也是，如果真的这样看，我可以保证他的账一定比我们更经不起检验。公开、透明、诚实、清廉，这四点，这个摧毁殆尽，很可能他会被约谈吧？甚至羁押也说不定。他如果进去的话。我大概就带个便当去看他吧。郭文铁承认讲，伊治国的能力让人质疑，因国民众党无假发票假销，领导请拿力拢唔敢诚实嘅申报。民进党嘅立委王世坚是认为，郭文铁政治制度已经被判死刑，因国民众党背色嘅立委也是关键嘅招数，也是有正大影响力。希望调查会当伫咧民生法案沟通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立委张嘉滨服务处办一个爬山活动，不过这带队的这个办公室助理呢，却去和这虎头棒、虎头棒钉着，钉规身躯有30几铺，抢救犹原是救无回来。专家也提醒讲，若准备去爬山呢，这涉水就要穿较浅褂，唔通嗅芳水。那碰到这野生蜂的时阵，就要冷静，打打退后，唔通去甲赶。消防队员集合天暗日山救援，患者倒伫软架，听讲一直哀，众人合作做伙用行，甲人运落山。我的伙伴，他可能步伐比较快吧，但是他就是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然后会攻击，他直接说会攻击，他就讲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不要过去，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肩胛真侪伤口，大面积红个症，脚趾位顶到下超过30位，拢有同款伤势。41岁姓洪带队的去予虎头蜂顶伤，不分期费用计，经过送医抢救，也是传来坏消息。带领这次活动，我们服务的同仁却在送医急救后不幸宣告不治，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与不舍。我们会在之后全力的协助善后的事宜。原来这个活动是立委张嘉滨服务处主办的，带青年志工团一行20多人穿过台东浸水营古道，日下晡4点外去拄到蜂阵攻击。新兼带队姓洪服务处的助理提醒爱贴贴，团内干那两个学生囡仔去予蜂阵着，家己脱困，只是伊家己煞不幸过身。秋天它是一个繁殖期。进入它的领域，它就会攻击。普通攻击的危险性就是说，它攻击了以后，它会把它的肺络们打在你的被攻击的地方。然后第二只虎头蜂它就会定位，你怎么跑，它就怎么追。有敌避的防蚊液哈，虎头蜂它比较会离开呀。已经秋季呀，爬山一定爱细致。有专家表示，目前是蜂阵生态期，那是踏入野蜂生态地，都可能去予蜂攻击。建议若是爬山，莫穿伤过显目，也是乌色的这种较深色的衫，阁莫喷芳水。爬山时阵一定要注意四颗链顶，原则上要保持距离，冷静慢慢啊踢踢，千万唔通起卡走都离开现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惨。高雄有一台拖棒车，昨是向向西进向，去弄到一台奥多拜，煞坐伊来离开，加在这骑奥多拜的人无生命危险。这个西拖棒车的驾驶呢，是一直西进向，西去到兴达港的观光基地，警方当场给抓落来，以上发牌。人奥多拜是骑到好势好势，煞有一台营业局的拖棒车进向出现，骑奥多拜的查甫人未付退后，互拖棒车车头弄到跌倒。十波人爬起了后，才发现讲这拖棒车就做安尼离开。见鬼啦！你敢配合袂好啦？拖棒车掉水的地点是伫咧家庭啊滨海路一段二段甲界，代志发生了后，掉水驾驶继续驶进向向头前，伫新达港观光鱼池门口，互警方抓落来。本分局员警于新达观光鱼市查获并逮捕该驾驶，当下对涉嫌实施酒测，酒测值为零。警方表示，拖棒车的驾驶酒测单是零，送回到台南将军了后，本地是应该转到台南市安定区的公司。唔知为怎样来到高雄家庭，阁弄到奥多麦，加在这边将酒轻伤尔。沿台十七线南下进入本辖茄萣区，并于滨海路一二段交界逆向行驶，因而发生交通事故。拖棒车弄到人做伊走，阁驶进向伫人 A A 定定的观光区市边啊，加在警方有随甲抓落来，无造成阁较侪伤亡。不过这弄到人的驾驶也因为涉嫌犯着公共危险罪，予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桂林有一大坑塑胶原料的仓库，昨半暝啊传出火灾，经过消防人员的抢救，今透早才把火拍花，加在是无人受伤。因若讲到这导火原因，阁需要调查。对半空中看落，一团火球特别响爆，烟雾呛上天顶。台南桂林中央路一大坑塑胶原料无危险物件仓库，日日暗时不明原因着火烧，仓库规个烧起来，火势真猛。消防局接到通报，遂调派18架车、39个人去拍火，加在无人受困。那现场是这个仓库用途，它存放大量的塑胶粒，大量的塑胶粒。那它没有危险物品，那火势成功这个把它控制以及局限了哈。因为仓库的三边拢是农残，施工未脱烧，造成灾情扩大。经过消防队拍火，火势一直到23号透早才拍花。
不过，这塑胶原料着火了后，传出来歹味。台南市环保局嘛，对红尾发出空气品质的警示。针对这个环境的部分，在那个下风处进行钢品的采样，那后续哈将会依照火灾调查报告跟现场的收证的情形，然后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32条相关规定进行处分告发。再有一个就是电线着火，因为没有确实来讲哦，那不然就是天气太燥热，燥热。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还是会闻到，有一点点，就是会觉得很难呼吸，比较担心啦，但就是还是比较担心消防员的安全。这回火灾让300平厂房规个烧了了，损失大约是400-500万。不过详细着火原因犹太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民主党全大会来到第四天，因是正式提名现任副总统胡锦丽，成为这届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胡锦丽在提名演说当中，有讲到拍体减税、边境安全和加沙冲突议题，也延续到拜登政府的政策立场。伊也呼吁这支持者就要团结，替美国打造一条全新，而且是大向进前的道路。民主党伫咧芝加哥的全大会第四天，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受提名，将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前被媒体批评论述无够清楚，也真少人了解伊的背景。所以就有45分钟的提名演讲，向选民自我介绍，并且展望未来。贺锦丽除了讲到因老母的印度移民背景，也讲到伊家己伫咧中产阶级家庭成长的经验。讲自过去做司法人员，到即马规个职业，伊拢专心伫咧为人民立战，无亲像川普，连减税政策拢是为着好野人伫咧想。He intends to enact what in effect is a national sales tax, call it a Trump tax, that would raise prices on middle-class families by almost $4,000 a year.贺锦丽警告讲，若是川普哥倒来白宫，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讲伊若是选掉，将会实施中产阶级减税，并且重新签和川普合作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还有支持生育自主，也就是堕胎权。贺锦丽就着这边的演讲，希望大家团结，讲美国有机会建造一条新的路。Our nation with this election has a precious, fleeting opportunity.To move past the bitterness, cynicism, and divisive battles of the past, a chance to chart a new way forward. Not as members of any one party or faction, but as Americans.贺锦丽也讲，要强化安全联兵来应付海外威胁，并且跟现任总统拜登的立场同款，结束加沙的冲突。President Biden and I are working to end this war, such that Israel is secure, the hostages are released, the suffering in Gaza ends, and the Palestinian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right to dignity, security, freedom.在演讲上尾啊，十万粒红白蓝三色的玫瑰对会场的顶头飞来，把爱国的气氛带到上高调。外国媒体评论认为，虽然贺锦丽伊个人的职业生活有经历过真侪演讲，这场提名演讲也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支持，但过无法度带动加吸引大家。伊若伊续落来挑战，就是共和党顶下继续的攻击加假消息的操作，高级加川普的现场辩论，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印尼拜时发生大规模示威，是因为因的国会想要修法，或者总统上届大反对党无都去选亚加大省长，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来阻碍别人，所以也造成有几落万人去包围国会，甲这车路总占掉的交通设备顶袂动。面对这民众的反弹，国会也暂时退让，讲这个会期呢会慢且审议这条法律。在咧印尼国会头前，有一阵混乱的面状，有人想要甲违章扭倒，学生因一个算一个排做人墙，甲电报警察相向。印尼首都雅加达连连发生大规模的示威，几落万人伫国会大楼外口，甲车路占掉的车拢无法度过，而且伫现场还阁烧连拿顶物件。
印尼有真侪城市也拢发生示威，因为印尼国会打算要修改选举法，让总统佐科威的政治敌人阿尼斯无法度参选雅加达省长。Kami teman-teman hari ini datang ke gedung DPR kali ini dalam rangka hanya mengawal putusan Mahkamah Agung nomor 60 tahun 2024 yang mana hari ini sedang diobrak-obrik sama Jokowi melalui balik DPR.印尼宪法法院在这礼拜裁定，地方首长候选人登记参选时阵要满30岁，而且单一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名提名地方首长选举参选人的条件，也自以前的地方议会要有两成议席，降到无议席也当提名。严格国会就是通过紧急动议推翻宪法法院的裁决，并且将上届参选年纪的限制改做伫咧宣誓就职的时阵满30岁就会使。这等于是为总统佐科威的上细汉后生卡桑，想要争取中爪哇省副省长伫咧铺路。卡桑今年12月25才满30岁，若是新的地方选举法生效，伊就会让伫咧11届参选。伊若佐科威的大汉后生吉布兰，将会伫咧10届就任副总统。吉布兰参选副总统迄当阵，也因为年纪无够，被判定无符合资格。小明是伫佐科威立马运作之下，成功解脱参选。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外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和外交部长林佳龙，这礼拜要去到美国访问进行秘密对话，这也是台美高层交流的特殊管道，已经有真久长的时间了。这也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的头一次举行。台湾积极和美国深化交流。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和外交部长林佳龙这礼拜会去访美国，和美方进行秘密对话。这是台美高层交流的特殊管道，长久以来拢是安尼做，嘛是赖政府执政了后第一摆举行。有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安会秘书长及外交部长本周访问美国一事，外交部没有评论。台美之间的高层对话，很可能就是由于近期中共的一些就是活动，特别是它的战备警巡的频率，还有就是规模可能会增大，它对台湾的一些威胁，还有就是灰色地带行动运用，连接到东海、台海跟南海的这个议题。台美高层的会谈都好拄到美南经过台海，中国生态性战备警巡时机是真敏感。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谢瑞福都把讲到特殊关都是真重要。学者分析，除了展现台美的互信，双方有可能对中国侵犯台海情势紧张，俄罗斯战争在国际议题充分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can help 这句话展现台湾正在用实际行动帮助其他国家。有真侪 NGO 团体拢捌用这非官方的管道提供其他国家协助。这些团体拍拼的成绩，即卖也伫咧上山文创园区展览。副总统萧美琴今日出席开幕活动，也讲到一挂 NGO 团体唔呐展现台湾的善心，也是正咧深化咱甲各国的外交关系。走入国际，我们是一定要把台湾走到世界的台湾。台湾科技、医疗世界有名，政府甲各民间团体也以台湾 can help 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和世界实施。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就26个北到各国提供帮助的 NGO 举办展览，让民众知影台湾安怎贡献国际，伫世界出名。1950年的那个年代，咱其实是一个真善的国家嘛，迄、那个时代吼有足侪迄个医疗的宣教士，吼，譬如讲马街，啊是罗惠夫，啊是蓝大碧，吼来敢帮咱嘛，吼啊咱即马就是讲，哎、欸，咱台湾因为经济的发展吼，啊咱即马嘛有迄个力量吼，会当去帮咱别个国家。人民讲过去台湾不受国际帮忙，即马也爱继续靠这份善意传落去。副总统萧美琴23出席展览开幕现场，伊讲民间 NGO 透过援助行动，正在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像外面在打雷哦，那台湾的外交处境是天天都在打雷，但是在这些挑战当中，因为台湾是个良善的力量，也因为台湾人民平时的爱心跟付出，也让国际社会即便在困难当中，也愿意给我们温暖跟鼓励。外交部处长陈忠公也讲，台湾外交工作真恶做，
但是民间 NGO 实际行动走向国际，就请求温馨的力量帮助政府，接触官方无多直接的国家和地区，提升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深化国际连结。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推动国际国造第一家己民航要起民航航太无人机园区，这工程规划做东西两个园区集中当兵呢，按算伫咧2025年年底完工。这二三即天呢，国防部甲中科院航空所会同着地方政府嘉宾与代表做伙去到现场会勘，了解目前建设的进度。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人员当在场的人说明目前民航航太园区工程的进度。来参加说明会的船长就希望，未来园区完工了后，相关单位会当重视附近交通和国防安全的问题。从科研院开始营运的时候，可能车辆会愈来愈多。啊，就是讲，安尼可能是咪，伊的路可能爱佫拓宽，还是一挂资料可能爱带较，算讲较袂遐济。啊，所以互阮的船民较会使安全去。去查呢？咱这较早这个所在就是军事要点啦，哈，包括你即摆做无人机产业，一定是哦受到那个敌方的注目嘛。我是建议讲国防部来朝这个方向去设计，设计成有提供我们附近居民可以防空避难。家己讲闽南航太航区分做东边甲西边两个航区，下先完工的东边，暗算要来去研发生产工厂、宿舍大楼，甲一挂基础的建设。针对地方对交通各有各方安全的问题，中科院嘛指出，会甲相关单位来讨论，看要安怎来协助地方。这个部分一定是要配合在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要，那来把这边不管是交通或是这个防空避难，这样的一个紧急避难的这个需求，在设计的时候把它考量进去。中科院表示，东平的园区按算伫2025年年底完工，未来会有150位到200位工程师进驻研发。西平20公顷的园区会开发作无人机产业园区，提供工厂也是土地，予厂商来进驻。希望结合国内国外生产甲研究的资源，予台湾航太无人机的产业会当愈来愈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会所当地是无关系，上个重要是食老爱快乐过。这内政部今仔日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讲这112年呢，国内民众平均岁寿是80.23岁，比去年增加0.39岁。啊，那六都的平均岁寿呢，是对北到南大大减少，台北市是上长岁寿的，有83.32岁。啊，那各县市内面呢，是台东县上个短，只有76.04岁。台湾对明年开始就会变作超社会社会。内政部二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12年国人平均寿命是80.23岁，比去年加0.39岁。其中男性是76.94岁，女性是83.74岁。但是含联合国2020年的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查甫的平均寿命加7岁，查某是加出9岁。105年80岁，10680.39，所以长期趋势来讲是有在缓慢增加了。联合国它是公布2020那个全球的平均寿命嘛，男生的话我们是高于平均岁7岁，那女生的话是9岁。个人的平均岁数是慢慢在增加。总统赖清德进前主持健康台湾委员会议，才是会对未来8年加民众平均余命对79岁提升到82岁。不过对社会生活，民众普遍烦恼经济、医疗等等的负担。老了，然后有没有人照顾，然后自己行动也不方便之类的。活这么老很累，感觉要一直工作，年纪大了就需要医疗照顾。对这份调查嘛，显示讲六都内面平均寿命是对北往南一直减，台北市83.32岁上悬，男女的平均寿命拢是台北市上悬。各县市内面是台东76.04岁上低，而且东部的平均寿命比西部较低。平均寿命的这种所谓的增加或减少呢，它跟医疗的这个资源的配置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在台东那边的时候，意外呢那种事件呢频率比较高，它的发生的都是在已经成年的这个阶段，所以它会影响到平均寿命长度。对这台政府强调讲，国民的平均寿命是考虑到国家基本健康评估、整体社会经济福祉这些重要统计指标，提供政府对人口政策等等来做参考，而且做卫生部给人的规划、施政方针的参考，毛交易。记者综合报道。
代替产业工会批评，这代替公司改制了后，董事长、总经理却是薪调薪水40%，基层员工唔那无调，阁是这交通部国营事业内面薪水上界低。这产业工会今仔日要求讲，就要替基层员工调高薪水，那阵无排除有其他的抗争活动。中兴强科董事长、总经理调薪40%，会拿送到代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代表手头。代替产业工会口说，今年一月公司发了后，代替就送出为董事甲总经理调薪的公文，速度比安全改革较紧。代替在六月发生弄土酒楼排灭意外，迄时阵代替董事长杜美自请处分，处分到即马还未出来，先加薪，算来每个月应加领5万块。新进的员工在流失，离退的员工也不会再回来，然后甚至还发生了土石流，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居然是帮自己调薪了5万元。三甲工会指出，工会是为交通部国营事业，代替新进人员起薪只有34,211元，加中华邮政公司41,750元无法度比，搁落伫个干部公司的47,000元起薪。那加薪状况搁继续，那找无新人，即卖员工也可能会跳起薪水较好的高铁。对代替英文是温忧。高铁以外，所有的国内的轨道业者，我们不会比他还低。我们已经报给行政院了哈。就是说希望能够提升一些待遇，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制度，这个我没有来公司治理的一个他的方式。交通部指出，代替公司一月改制做国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薪水标准的评级作业，由交通部参考企业经营规模、经营目标达成度等后评定，并是调薪其他国营事业改制时阵要评定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怨叹讲，这薪水拢袂起，即马有真侪食头路的民众，为着要增加一寡收入，阁会去兼别个工课。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民众兼职原因，除了钱变薄、开销变侪以外，也阁有真侪是要还贷款，而且逐个月若准加做45分钟，就会当增加万外块的收入。正常世家来遮要学五个弟弟的囡仔，安怎看甲破安怎谈？桂小姐以普通时的头路是香氛的销售业务，一个月薪水国家奖金差不多40,000元，不过逐个月爱摕15,000等于厝的伙食单。为了要增加收入，伊即马开始减价五个弟弟，一个个人行危机，增加一寡收入，就是比生存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够，但是一般。但是不太可能，对啊，3万多块怎么可能是生活的一个水平呢？另外，亲就是杜家家就合贷款海了的老小姐，因为因老爸破病，生活负担变重，除了做行政工作，怎么也兼差做商品的销售人员，增加收入，加出来斗三工。时薪又比较高一点，所以时长不会增加到太多，有时候下班会过去，然后有时候是假日这样子。怎么什么拢起，薪水拢无起？真侪人为了要增加收入，开始做第二项工作。人力银行调查发现，民众减差主要原因，除了以增加收入上多有58%，另外就是真久无调薪水啊，通膨开销变大，一个合就合贷款。每个月平均减差差不多25分钟，会当赚12,000，平均的一点整个薪水差不多是472元。排名第一的是餐厅的内外场，再来呢，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很多家长会送小孩去补习班或才艺班，因此也让这一类型的教职类的工作。他们的机会也变多。人力银行也发现，兼差做头路是以餐饮的内外场上多，过来就是做家教或者是在职老师。另外经营社群、做外送员或者是兼做网络拍卖或者是代购，拢真侪人伫咧做。调查也显示，民众负担较重的支出，除了是三顿，过来就是贷款、自租、保险，一个囡仔学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新兴中介停车机啊，古董以来是拢无收钱，不过有人是违法占用。即马交通局啊讲，十月开始，这新兴中介停车机啊要收钱，一般轿车去占用也会抓较严的。停车费的收费人员甲通知单夹伫咧新兴中介者停车的车位，唔呐安尼，路边的新中标志嘛有大广告，顶管写讲，因为新兴中介停车机长期去互占用，十月初一就要开始收费了。实际观察高雄市区的商圈甲便衣四口连等，每一个新兴中介停车机拢是停满的。我会常常停无车位，不过我发现一项代志，就是讲。
停车位的这台车，底下拢无刷到迄种感觉啊，都变作个人的停车位。约有300个长期遭到占用，那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以及不公平的现象。确保身心障碍者朋友的权益，交通局决定实施收费管理。交通局指出，目前高雄市有1177个身心障碍专用停车格，因规划40%会改造是每6点钟收一改钱，60%会用算点钟的方式来收费。另外，身心障碍者停一般的停车格优惠并无变。目前6都甘达村高雄的身障停车格无收费，未来要开始收费啊。姑姑则使用一改专用停车格身障人士嘛有家己。政府的福利已经到达这样子了，我是觉得以我个人，我是100%的支持。外地路人坐10日，搁找着无一个停车位。本局统计今年此地违规停车停伫个新兴障碍专用停车位，总共有3900多件。未来交通局嘛会查核新兴障碍牌照的车主，看敢有伫咧社会局的资料库内面违规使用新障专用的停车格，警方会加强开单。要那个停车证只予别人用的，嘛会予注销资格，而且3年来未当阁申请新兴障碍的停车证。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鹿港古早是商业港口，加上鹿港这风车头，因复航的设计拢嘛弯弯曲曲。目前保留上界完整的就是金城航窑旧旧航的称呼。在地文书团体就设计一套任务游戏，和学生囡仔哪耍哪熟悉鹿港这个所在。行伫弯来弯去的旧旧航，学生囡仔认真走找线索。巷仔内坐坐百年的老厝，有特别的天狗排水设计，防止火车弄到的砖仔饼。有地方文化团体设计一套任务游戏，让囡仔人哪耍哪熟悉旧旧巷的历史。我走去这个巷子里面，有很多个老屋，然后没有很多人住了。植物、白蚁和怪兽都会破坏这些老房子。比在课本上面学习的会觉得更多元一点，然后不是很死板的去看到图片，而是真的身临其境在这当中。鹿港过去是重要的商业港口，附近的巷仔顺水路开发，把巷仔设计弯弯曲曲，唔来当挡风，佮有风擦啊、辟邪作用。巷仔内有侪侪旧厝，因为年久未迁，加上开发，拢已经损害去了。足侪古厝拢已经去予树啊，已经占据啊。QQ 巷内底其实大个人嘛无啥侪安尼，啊，所以阮就透过安尼，互因伫巷仔内底嘛较安全，所以因就当伫这 QQ 巷内底去找物件，吼啊，互因去看遮古厝安尼。老一辈人讲，鹿港风将化棒，意思就是鹿港的风真头，加将化棒真高，同款惊人。主办单位表示，虽讲鹿港因为积沙港口已经消失，但也是当行伫旧曲巷，认捌过去鹿港的开发历史。记者杨淑晴将化报道。观光署对2014年开始推动各县市照门站服务，即国内外民众拢会来遮问路、叫计停车、照变数，甚至是充电等等。根据着统计，目前全台湾有623个照门站，不过内6都内面呢，敢若台北上界少只有20个。台北市的观光局也要鼓励店家申请做照门站。唔是个招牌，顶面写着“照门站”，意思就是照门一个意思。这间地行是台北市第一间政府有登记的照门站。店家讲，真侪美国、日本的游客会来地行问路、叫客停车、照便所，或者是讲照插头来充电。人客会使来遮装水啊，是照便所，还是讲伊想要去坐车，阮会使叫客停车。啊，阮嘛会甲伊报路，讲去坐捷运，看要去倒位。美国人甲日本人上济。照门站的服务是伫交通部观光署对2014年开始推动的。根据观光署的统计，目前全台总共有623个照门站的据点，其中6个都市当中，新北市有29个照门站，桃园市有28个，台中市有44个，台南市有21个，高雄市有51个，台北市算是上少的，只有20个所在有照门站。为着要提供台北市的外国游客有友善、利便的环境，台北市观光局鼓励市民会当向观光局申请成为照门站的据点。目前台北市的借问站。
总共累计有20家，预计会在9月11号办理台北市戒问站的一个招募说明会。我们会很希望有意愿能够成为戒问站的店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我们也会向国内外旅客来介绍这些优质的戒问站店家。根据观光署的统计，疫情过啊，有648万的外国游客来台湾观光，其中踮台北市佚佗的占上多。为着要鼓励台北市的店头加入借问站的服务，观光局嘛会将申请借问站的店家放踮台北市的旅游网站，甲观光署的官方网站顶面，让外国游客知影会当利用来感受台湾人的人情味。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用花记、台记、客记真侪语言出版的小黑皮生台湾有声册绘本，用活泼的方式带大家认识到台湾文化，嘛对阅读的过程当中来学到本土语言。拜五下晡团队来到新竹，要参国中老师分享安怎用这本有声册教囡仔讲台记。用笔点册顶端的图，连咪得当听到台语故事，这就是台语文点读册。好，老师讲，那是会当利用活泼的方式来吸引学生，让因对台语产生兴趣，是真重要的代志。你一节课敢那45分尔，45分你要教有限嘛？啊，你若有兴趣，伊大汉，伊家己会去找物件来学。我感觉，让伊有这个兴趣是上要紧的代志。本土语吼，其实是对。咱的囡仔吼，对于咱本土的认同、佮国家的认同、佮学习的认同有真大的帮助，所以本土语对学生来讲是上重要的精神。长期推动台湾知识教育的台湾爸，过去以台湾各地特色出租，其中佮有台语文的有声册。拜五来到新竹，要来参大家小解，安怎用绘本让囡仔讲台语？家长很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感觉自己的台语也没什么练动，怕自己的说了不够标准，就不敢跟孩子说，就像我们在晚上要睡之前都想要听一个故事，孩子可以拿到这个笔，就怎么看书，就怎么想说去到台湾每一个地方去旅游。专家说，除了用绘本来说台语以外，老师也可以鼓励学生，就算自己的台语说了不练动，但是平常时会当较常听、较常讲，对学习台语是上好的帮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非洲南部的普查纳最近发现全世界第二大粒的泉州关石，有到2492拉克，这价值呢可能有到$40,000,000以上。这个矿场的加拿大矿业公司就把这粒泉州送给普查纳总统。2492克拉的大泉州罐酒比罐头杯较大。加拿大卢卡拉泉州公司在波扎纳东北边的卡罗维矿场开采出这个珍宝，佮将伊送予波扎纳总统马西西。马西西挂汉家详细看，好亲像已经看到伊因为国家大内建设。Kids going to school, food coming in, and I can see roads being built.这大泉州加拿大号1900年南边发现301,006克拉的库里南泉州后边，加做世界地址，也是波扎纳开采出上大的泉州王。卢卡拉泉州公司是用特殊的电工技术，精巧变色，将完整开采，初步估算价值在$40,000,000，合台币12亿以上。Used a lot of the mineral wealth to creat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Botswana, right from schooling.To employment creation, to boosting of the economy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波扎纳是全球上重要的泉州产地之一，产量差不多占全球20%。这几年，国家跨国保洁业者签订约，兼国家在投资海外。目前，国际泉州计销因为上少培养泉州，甲全球消费速按的趋势面临倒车。不过，依然是波扎纳重要经济动脉。总统马西西讲，每一条拢珍贵。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最近天气这边画面在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汤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对26度到34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屏东、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也过未来三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禾，咱再会。